今天教大家如何挑选好虾皮，这是今年咱家淡干无盐大好虾皮。淡干无盐并不是说它一点咸味都没有了，其实它是有一点咸味，因为海水都是咸的。第一，我们看色泽，咱家这个虾皮是发白，我旁边这个虾皮的话是发黄的，这种虾皮的话放的时间比较长。第二，我们看个头，个头越大虾皮越贵。第三，对比干湿度，咱家这个虾皮是偏干的，这一份虾皮摸在手里有点湿哒哒的感觉。海鲜干货，越干越容易保存，而且越划算。这是川教我的第一道菜啊，虾皮炒鸡蛋。今天分享给你，热锅倒油，放入葱末，放上咱家虾皮。其实虾皮这么一炒的话就可以吃了，咱今天增加点营养，鸡蛋。这个味道就是葱花、鸡蛋、虾皮，鲜香，好吃，而且感觉很下饭。不在海边吃遍海鲜，今天的虾皮炒蛋有没有学会？